徐杰辉日前爆出多起性骚扰纷争之后宣布退出演艺圈，但由于他参演的《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二》还在拍摄中，因此也让该剧暂停拍摄。而近日制作单位就宣布，徐杰辉饰演的火燎一哥一角将由洪都拉斯接替演出。至于先前已经拍摄过的内容，制作人陈慧琳表示，为了保持角色的完整性，将进行全数重拍，而火燎一哥的角色也会保留原本的温暖憨厚形象。洪都拉斯加入《我的婆婆》剧组后表示，这是一种缘分，他非常荣幸能够加入这个出色的剧组，让这么好的故事得以延续下去。Bye.